准备一个祖传的大铁盆，盆中倒入猪血，按一碗血两碗水的比例加水，放盐鸡精十三香，放入一勺食用油，再来点迷人的小葱花，用你的筷子咱们给它搅拌均匀，咱们给它扣上保鲜膜，给它摆入蒸锅，用你的大牙签咱们给它扎眼排气儿，蒸锅上气儿，扣上锅盖，咱们给它蒸15分钟。家人们，这个就是最简单蒸猪血的教程，上方红心帮忙点亮，求大家了，没有你的双击真的不行，浪费你一秒钟的时间，给红标留下一个宝贵的忘记，红标在这里感谢大家支持，即时一道出锅，颤颤巍巍的猪血就制作完成了，我先来一口。